卵，这个我也不会。没有，不止十一个，你们都不举手。刚刚我现在数，手举太低了，再举一次，写鱼软的，你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一个，十一个，十一个写软呢。还有我12个，我也觉得是软，我也觉得是软。怎么会？这要服从多数吧。因为人家讲鱼卵的时候，哦，你台湾国语哦，我鱼卵，鱼卵，就是服从多数。我从小学啊，学这个字就念软，日软软。对吗？从小我的老师教的就是软，我觉得是改变，是变化，也就是说，它一个字。他透过一个社会的共识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很可能他就从俗了。不，我认为是因为"日"这个字在我们的国台语发音里面，对，台式国语里面不容易发。因为很多台湾老师他就软啊软软，对，那我们就写软。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字，你知道？永远我从小听这些国文老师没有发对过，天鹅。他们一定是儿，天鹅，他发不出来。很多台湾腔的老师喜欢念儿，天鹅啊，这就天鹅。然后我们说不是，是天鹅。天鹅，他发不出来。所以因为老师无法正确发音，所以只好把它对沿袭成熟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再看看啊，刚刚第一个的话，只有麦基跟西西是写陪嘛？陪，我们看一下正确的是烘焙哦，烘焙麦基。你们如果去买面包，你们会说烘焙坊吗？我觉得是烘焙吧。生气，生气。对，我觉得其实真的要改的不是我们要改的是那个吧？我觉得是那个好，我们发布这个的人，请跟你一起的西西也发表一下。像我刚刚开录之前，我就问他不省人事的省是哪一个省，他就说一定是刚睡醒的那个省啊。然后我就一直被他影响，都是他害我的。不省人事，怪别人，叫你怪别人。你是说笨这个东西会传染的？好啦，那所以我懂麦基的意思。说真的，我们也常说烘焙。对不对？少数服从多数，所以就是烘焙吧。我们今天写不是写背的票多吧？对，导正导正。如果大家都开始说烘焙，或许就会讲就真的对对变回来。可是真的可能就有人把被子拿出来烘了。所以你要烘焙吗？小猪最近在卖那个洋芋片啊，他就念烘焙啊。对对，他念烘焙洋芋片嘛。因为我们拍广告一定要被要求是讲正确的。是。再来第三个，很多人写毁跟。匪，对不对？阿亮写匪，但是你的搭档写毁，阿胜。你会后悔？不合理，会后悔。你会后悔还是后悔呢？答案是匪。什么？匪棒，匪棒，匪棒。毁的话应该就是毁坏的毁。好厉害，麦基全错。毁，麦基全错。毁棒跟匪棒是另外同一个字啊。匪。可是一题你改成飞了，因为飞蚊的关系嘛。因为其实我这个字真的很不确定，然后我就在猜说，因为飞真的平常都念匪棒，所以我想说一定不是匪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我就反向操作，就给他飞这样子。所以大春兄应该是飞蚊跟匪棒，对不对？这个的也是，我觉得是这样哈，他从个别的这个字边上，比如说他那个音符是飞。所以它就有各种不一样的发音。刚才一开始阿 Ken 还讲到那个排，对不对？对，排尾匪，那什么样都有。我碰到最奇怪的一个例子就是粗犷的犷。那么我在对现在好像不管大陆在台湾都念成粗犷，而且说是经过政治正音了。我说奇怪，我从小念是粗犷，因为。广大的广没有问题，广告的广没有问题，可是只要是用广字做编的，通常就是用广字来做音符的，通常都念旷，日字编的、时字编的、耳朵编的，叫旷美云，你不会念广美云吗？旷课，对，空旷的旷，旷。应该都是旷课。可是老师，其实像你讲到了内地用语跟台湾的发音哦，有时候我们是同样字，但讲出来就不一样。比如说我们这边都讲什么，哎，这是男主角、女主角，然后听就笑到快爆，男主角，对他们要叫主角，其实应该是主角还是主角？角色是没有问题的，都是这样念角色。可是他的古音也不是这样啊，他又是个入声字啊。卡，所以是。
干。那如果我去买一个肉，我们就说这个肉很嫩，可是有的人会说很嫩，那到底是嫩还是嫩，还是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事？那应该就是台湾人吧？山东人是念，山东人是念嫩。对啊，然后像说我们说生日快乐，我爸都说生日快落，我就说落什么落啊？他说乡音了，那个就是乡音。哦，好吧。哦，好，我们考一下说文解字。今天呢，要帮大家直接增进一下你们国文的程度，直接进入到这个文字语言，现在本来古意跟现在是不一样的。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是这个肮脏啦，对不对？那肮脏呢，在现在普遍的解释是污秽或是不洁，或是窝囊恶劣。但是呢，它的古意究竟是什么呢？我们同学大家来猜一下，我们题目来看一下。第一个是美丽，第二个呢是芬芳，第三个是正直，可以说是完全都是相反的意思。同学来猜一下，肮脏它的古意到底是哪一个？一二三，请选择。哇塞，原来我们都扭曲了古人的意思吗？对啊，因为这三个完全就是完全极端的相反，又美丽又芬芳又正直。纳豆你真肮脏，谢谢。就可能是美丽或芬芳正直的一项，对不对？好，请问一下银子，你选二芬芳，因为我觉得美丽就不太可能，因为我们现在把肮脏用来就是很脏的，然后正直也觉得不太像，所以我觉得可能反应应该是芬芳。雨山你选三正直，单纯用猜的这个，对啊，就根本看不出来。呦，你猜的跟我们国学小老师瓢虫是一样的呢，瓢虫。没有，我是想说他旁边一个鼓，然后一个亢嘛，然后想说他就是感觉不卑不亢的感觉，然后他死掉的时候，然后就是葬的时候，然后他也就是很正直，然后骨头在旁边这样。哦，正直哦，猜字来看，正直哦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其实是非把古之勤学早。白首方悔读书迟啊！欢迎收看大学生词汇教室。好，下面一个字就是我们的肮脏啦。肮脏呢，现在普遍解释有两个意思啊。第一个意思就是污秽不洁的意思，那第二个意思呢，就是我们的窝囊恶劣啊。比方说呢，阿亮。脸一点一点黑黑的，好肮脏哦！哎，啊，那个是痣，是痣，好不好？真是的。小姐，这是你的吗？像我这样的行为就是肮脏啦，好不好？好啊，肮脏的原意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啊，称赞的意思，怎么一回事呢？啊，东汉赵翼啊的集贤诗里面有说到这样一个文章，叫翼呦北堂上，肮脏倚门边啊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啊，古代那个小人啊善于谄媚拍马屁，所以很容易就坐上大位啊。啊，像我们这种刚直的君子啊，就只能倚在门边这样看啊。所以肮脏呢，这个意思也有刚直正直的意思呢。可是肮脏在古代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哦，比方说古代又有这么一句话啦，肮脏之马不负千金之甲，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你这个肥胖的马已经没有那种千金买的价值啦，不用花那么多钱买了啦，啊，所以肮脏第二个意思在古代也有肥胖之称，这样清楚了没有啊？哇塞，那两个脸好黑哦，对啊，先打光一下嘛，哈，他们的原意呢在这边啦。这跟刚才那张同一张，好，真正的意思，是一个正直的意思啊，好吗？什么朝代的事啊，大哥？等一下，这个有问题啊。哦。